鲨鱼头硬核孙协志恋爱中，让他受到不少关注，时常会在社群上和大家透露近况。近日吴玉瑾表示自己健康亮红灯，他在社群上说到打个字就变这样了，椎间盘突出。他表示原以为是落枕、肌肉紧绷之类的，到后来是痛到头不能转，肩膀左高右低，身体是歪的，右手一抬就痛，手指头也麻麻的，先是打了止痛针，但没想到照了 X 光后确定是颈部第五六节椎间盘病变，更表示接下来要长期抗战，更自诩要改变生活习惯，手机不拿超过10分钟，辅助书架、电脑架都买起来，睡前不滑手机了。文明病的坏习惯累积，吓坏不少粉丝，纷纷在留言区为他加油打气。Bye.